届的毕业旅行。我们坐缆车来到九族文化村，现在要开始九族文化村的游乐设施，我们要来今天开心的玩。谢谢理事长。像那个1965年，南投的中心就是日月潭。那他们易经专家说，正的正能量非常的强，所以说哦，我们就要来感染一下正能量。据说啊，来这里玩呢，不用愁这个什么午餐的，你就经过这个每个原住民的这个山坡前面呢，他们都会准备食物哦，让你吃哦。那你就吃个几家你就饱了。第二站站站，第三站小爱心。嗨，来录影哦。很搞笑的。右边橘红色的灯笼，这就是早期人说老蒋码头，就是在这啦、哦、这个岛上这两栋老家当，就是他们的神树，在每一年八月半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欢乐过年啦、少主的巫师甲先生嘛，长老八人才会使去顶冠祭拜这两张老家当，一般人拢总袂使去。如果是公路，脚一定要聚起来，因为人家说小鹿乱撞，一定一定来，一直弄掉，一直弄掉，会弄到死去，所以一定爱把记起来。那是到这个医学界讲说，因为他们可能长期跟吃鹿胎粉有关系了、好，那么呢，各位有没有看到两个白色的大眼睛在我们的右边？我们集合10:20，我们要从这个屏风码头搭回来水社码头。哇，还在下雨，爸爸。我们要从玄光寺往那鲁岛看，右边就是日潭，左边就是月潭，它是一个中轴线。我们拍个照，拍个照，参拜。少族人，我来介绍我们少族的文化给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少族本来住在哪里？台湾的阿里山。哎呦，好棒哦！等一下我送你一个小礼物因为我们打猎的时候我就捉一只白鹿来到这个日月潭，日月潭才定居。这日月潭面顶有一个洞，你去坐船啊，叫做拉鲁岛，对不？这个怪到很透明的啦。九族樱花村，然后樱花都已经快结束了，谢谢。
下面的呢。哎呀，我要不，我要不动啊！哎呀，不动啊！哎呀，不动啊！这个真老了哈！没啦，没啦，我今天就是不要紧的。我看见了，哈哈哈哈！来来，按住好，按住好。九族文化村阿拉丁广场。欣赏我们的演出，这一场将为大家介绍台湾原住民各族的传统乐舞表演，希望透过这场演出让大家有深刻难忘的九族文化之旅。伸出来借给我们，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待会彼此祝福的时候请说平安纳鲁万，请说平安纳鲁万，很好，所以希望等一下可以听到大家最热情的声音。来，现在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以及所有的演员，我们一起说平安纳鲁万。更感谢大家对天子的付出啊，很感谢你们这两年的帮忙，真的很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要继
继续支持天子。好，谢谢。